沈鸿志。小姐，你看你这样躺着，我都动都不敢动，我还想出门呢。你这样我怎么出门呀？这个粘人精，这样我怎么出门啊？非要挨着我呀？非要枕着我的腿啊？困得不行，睡吧睡吧睡吧。千军不打赵云振的命与你何谋？居心何在？就是说我要出门了，你不让我出门。叶处长，不攻打赵云振是我怀疑赵云振有此圈套。不让我出门。命令让你和千军联系过，只是我们一直没有收到千军的命令。何老师，不磨你，你开了吧。不磨你，你拍着吧，拍着拍着，嗨！叶先生，你这个怂到底想干啥呢？你干的事情自己心里不清楚。哎呀，衣服给我扣坏了！大家不要受了魏大河的蒙蔽。根据你之所以这么被动，处处挨打，被鬼子……你干啥呢？那是因为魏大河早已抽敌，他是汉奸，汉奸，汉奸。哎，这话说的掉下去了吧？这货嘴臭的掉下去了吧？好，既然你说我抽屉，那你把证据拿出来。咦，这就是证据。掉下去了吧？坏蛋，把我衣服都扣坏了。重庆方面已经证实，魏大河联络的正是人，使用的方法也是日本高级特工才会使用的方法。魏大河，你要是觉得重庆方面冤枉，今天就当着大家伙的面说清楚，你是怎么从鬼子手里拿到的？说呀，就是说，睡吧睡吧，想睡觉是不是？想睡觉，睡觉不要扣我衣服，不要扣我裤子啊！你没有重叠，我们都相信你是不会重叠的。不要扣我裤子啊！叶组长，把嘴闭上。坏蛋。管这货说啥，我再告诉你们，不管出啥事情，我魏大河睡一会儿啊，不被大汉奸笑。